亲爱的，您好，我是主播一秋，我在美丽的东方之柱香港九龙问候你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，关系再好也不要忽视这条潜规则。昨晚睡前刷到一条略带伤感的朋友圈，写道，人到中年，发现自己快变成了没朋友的人，圈子小到只要电话响起就能猜出是谁的来电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原本睡意朦胧的我瞬间被触动了心弦。人都是害怕孤独，渴望亲近的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结交朋友，需要想方设法的扩大社交圈。然而很遗憾的是，朋友的数量并不会跟时间的积累成正比，恰恰相反，越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离开的朋友只会越多。我们那么费尽心思的想要摆脱孤独，现实却在某一天为你揭开真相，告诉你，友情是有限期限，大部分的人都只能与你在人生的某个路口相遇，陪你走上一段路程罢了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，你一定也曾无奈地追问过为什么，但时间久了，你终会释然，因为你开始明白，这真的是无法勉强的事。人是会变的，不是朋友变了，就是你变了。当两个人目标不同，没有了共同言语，走着走着也就散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你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为了留住谁而委屈自己。成年人的时间有限，精力有限，能够认真应对的人与事也有限，所以每一段关系的终结，其实都是两个人不约而同所做的选择。正如有句话所说，社交默契是什么？是改天一起吃饭，却不再约定具体日期；是待在各自的朋友圈里，却从此沉默到底。当然有不舍，但权衡之下，你会发现，与其要去刻意维护一段若即若离的关系，不如干脆就独自一人，反而来得更自在一些。那就这样吧，没有刻意要疏远谁，只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想把圈子慢慢减小，把关系慢慢变简单，这就是成年人的友情观。内心强大的标志是从接受朋友变少开始的。知乎上有个提问，老朋友越来越少怎么办？有人回答了这样一句话，如果你的身边都是老朋友，那说明你还停在原地没有进步。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又是现实。曾经有过交集的一群人，随着经历的改变以及各自努力程度的不同，会走向不同的方向。如果你成长得比别人快，那慢慢你的生活圈就必然发生变化，以前的人会和你越来越无话可聊。同样，如果你的朋友走在了你的前面，那他想要携手前行的人往往也不会再是你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世上就不存在能够共同进步的友情。像数学家闫宁和他彼此引以为傲的闺蜜李一诺，像贾玲和她一路相互成就的铁搭档张小斐，都是足够优秀又能保持并肩前行的真朋友。可是这样的概率终究是太小了，遇得到是幸运，失去了亦实属常态。在成长的路上，优秀有时候就意味着孤独，并且当你优秀到极致的时候，能和你有相同认知与追求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。明白并接受了这一点，是人生走向强大的开始，因为这意味你具备了认清现实的能力，更明确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，以及该如何去得到。人固然要念旧情，但与之相比，自己的人生更重要。频频回头的人走不了远路，你要去的地方是更高更远处，在那里只有志同道合者才能陪你看懂同一片风景。说到底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
酒逢知己千杯少是美好的期待，然而在现实中却多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无奈。既然如此，没朋友的时候顺其自然就好，不必自我怀疑，学会享受孤独，去和书本和知识和自己交朋友才是正道。等到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再去交朋友，你会发现朋友只是人生的锦上添花，有很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人的来和去都不会影响你做最闪耀的自己。朋友越来越少，留下的也越来越重要。人为什么越长大越孤单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只是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，并不太具备选择和分辨朋友的能力，更多的就是求一种认同，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合群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智日渐成熟以后，你对朋友的定义就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明白什么样的朋友才是适合自己的。人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，时间和阅历就是友情最好的过滤器，会为我们筛选出真正的友情。失去的固然可惜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能被留下的才是更为可贵。很是喜欢这样一段话，到了一定年龄，就别去奢望所有人都能和你方向一致了，也别指望任何人都能和你比肩同行，陪你走到最后了。这条路啊，太多的站台了，走着走着也就悄然作别了。那些告别的人，失去的人，当然在乎了，怎么可能不在乎，但是更在乎的是留下的是谁，还能留多久。当朋友变得越来越少，既是成长必然的结果，也是生活在提醒我们要好好感谢那些陪伴在身边的人，他们是时光的厚赠，生命的礼物，是你的福报，也是你的运气。正所谓千金不易得，知己更难求。行走人世，遇见的人再多，也抵不过一个始终知你懂你，与你肝胆相照的真朋友。若能得一二，此生足矣。失去的都是风景，留下的才是人生。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珍惜，别辜负朋友的一番真情。要记得，好的关系源于尊重，始于欣赏，忠于人品。只有彼此既旗鼓相当，又惺惺相惜，才能让情谊维持得更长久。真正的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少，但别遗憾，别强求，因为留下的都是珍宝。往后岁月，愿你有遇见知己的运气，更有成就自我的能力。共勉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表达您真实的感受，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
还是一片的光亮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